妈刚才跟他见面，希望他能再考虑一下，他居然听都听不进去，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事？他要是对姐说对不起，也跟妈说对不起的话，也可以重新接纳他的吧。我说过，我们已经帮我儿子挑好结婚对象了，因为你的关系，这门婚事搞砸了。你有资格待在我们贤友身边吗？我会如您所愿，跟他分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爱乘着歌声。